我觉得不太好。。新闻上说是凌晨一点，现在还不到十二点呢。能等到流星吗？两年前我不是也等过一次，就是仙女座那个，还不是什么都没有等到，还被咬了一身蚊子包。这次不一样，你看那次天上都下雨，今天天气好得很。哎，而且这次好像是50年一遇的狮子座流星，肯定能看到。等着吧。我最近晚上吃太多宵夜了，我是长胖了。那就少吃点儿。我长身体呢。还长身体，你看你这肚子上肉，还有人事。哎呀，热死你！哎呀，不知道这刘鑫什么时候回来？飞机。抛下你走了？没有。你不好奇吗？不好奇。我都知道什么原因，好奇什么？他不是抛下我，他是抛下过去所有的东西。原来我们都是东西啊。所以你也不要想太多，如果你妈想把你捡回来，都回来捡。想丢就丢，想捡回来就捡回来，她以为自己是什么人？你妈。那你妈这次回来找你，你有什么感觉没？没什么感觉，觉得很吵，但是看到他过得挺好的，心里有一种大石头放下的感觉。怎么了？你怕你妈突然回来找你，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啊？做什么心理准备？她要是回来，我就先把我爸的钱要回来，然后再把她赶出去。因为我跟你一样，窝囊。但愿如此。哎，你看那是不是流星啊？哎，金剑，醒醒，有流星！流星，流星！哎，起来！啊！哦，流星哎！我第一次看见流星。不然怎么跟少女一样？没成本的投资，不实现也没什么损失。嘿，妈妈，我在这里，看见我了吗？嘿，妈妈，如果你想他完美，了解的曲折，不过失去往明天也曾经过。看见我了吗？所以这这耳机子球应该很喜欢，他最喜欢黑色了。你选的很好吗？干嘛呀？这几天阴阳怪气的。你又不是没有妹妹管了，你管我干嘛呀？长了。
欢呀，栅栏呀。这次你都吃啊？吃你做谁稀罕呀？我还有我小哥呢。嗯，这个耳机 AA 的钱我回家给你哦。终于把这两尊大佛给请走了。哎，总发现的牙齿给拔了，我已经买辣条了。那我还是不吃。哎呀，人生好无聊啊！哎，秦明月不是说来咱家玩吗？他期末考试考了第三，他妈说他退步了，给他报了个班。哎呀，假期好无聊啊！嗯。喂，你好，我是。你怕不是个骗子吧？去死吧，死骗子！什么骗子？说我木雕大赛获奖了，我什么时候去参加过比赛啊？现在骗人都不调查清楚，还来是不是？骂死！我来接，我来接。怼他。喂，你好。对，李金烟甲，是不是？作品是我寄过去的，我是他哥哥。啊，他本人不知道。啊，谢谢你。好，好。啊，好。对，来拿走。哎，你说你的个儿。哎，抱紧点儿。怎么样？哎，正好正好，怎么样了啊？好呀，我捏大吉！我看看，我看看，看着歪歪倒倒的，真是。哎，娟姐，这是获什么奖了？钱妈妈，我就获了个金奖，吃面八折，八折。好好好，祝贺你啊！谢谢谢谢。